对，比如说不单单是那个个人的情感上，就是各方面，包括亲情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伤害，因为被别人伤害，所以尤其伤害别人，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挺多年吧，就是在那种自责呀，或者是说甚至是很痛恨自己的那种环境当中，就状态当中，就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就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哎呀，其实我也是很想放下，但是就通过。这个放不下，你必须是重新审视你父母的东西。如果是家庭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小时候我父母也吵架，因为我爸爸妈妈在这儿嘛。我是怎么破的啊？我告诉你，那我小时候呢，从我记事起，我父母就在吵架，甚至在打架。那我们跟龙哥就是生活在这种暴力之下。他们是为什么打呢？问题是出现在第一。就是我的父亲长得很漂亮，当时年轻时候很漂亮，就跟我妈妈结婚以后呢，哎呀，很多女孩子追，我妈就生活在一个捍卫自己阵地的状态下，因为她很爱这四个孩子嘛，那么她认为这是她的阵地嘛，我父亲四个孩子还有这个家就像她的一个阵地一样，她是不允许别人去入侵她的这个阵地的，她就是严守阵地啊。就是如果那父亲是因为父亲和母亲结婚早嘛，我妈15岁，我爸20岁，他们结婚的嘛，那他这个捍卫是一种，就是他是其实没多少手段的捍卫，他是一种，他年龄小，他不知道怎么捍，但是他看到了他的丈夫可能随时被其他女人抢走，就是因为就是说很多女孩，因为我父亲他最好是就是长得好看，反正就是很多女孩子可能是喜欢。就排着队去看他，就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商业就是做，就是在商场嘛，就是在商业，那很多女孩子专门为看我父亲就排着队去买东西等等，就是当然说也有一些很解放的很开放的，那母亲呢就很怕，我觉得她在捍卫这个阵地，她其实也不懂什么是爱情，我觉得她只是不想让这个阵地消失，因为爱孩子，因为爱父亲。如果你只是看到，所以他会看，他就会怀疑，然后呢，去经常会跟父亲吵架。比如说，父亲跟哪个女孩子多说了几句话，跟他怎么笑了，跟他怎么暧昧了，那母亲就会跟他回来就吵架，然后就上去。父亲是肯定很冤枉嘛，觉得你这么污蔑我不可能，然后就吵上升到很高的级别了，就打开了，就扔东西啊，或者是那这样一个母亲。那一方面是在捍卫自己的阵地里，真的是不断的在伤心着，不断的在痛苦着。另外，她又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一个是放在了丈夫身上，一个是放在了孩子身上。那她就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个，其实小时候身体都不是很好，那她就肯定说，尤其未来这整个一生啊，你看着我的身体也会病啊，或者她真的是提心吊胆的，这几个孩子在生存在，就是她的心，一个是在丈夫身上，一个是在。我们四个身上，还有当然说他那个年代，在工作里边，我母亲又特别的要强，特别的有时候是就要强到那种，就是他在一种，他太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了，太想在别人心目中有一个很好的那种，就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位置，他太在意别人对他看法，就是很在乎，那么他就去。拼命的工作，或者是拼命的在工作里想实现一个自我的价值，或者是什么，他越在乎别人说轻轻的一句话就可以伤害到他，他越在乎他在别人心中的位置，那别人稍微对他不夸奖不在于，他就觉得自己伤心，因为他刻意的去做了很多事，想让别人去赞扬他，或者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就是爱面子虚荣的一面，再加上他其实很在乎，因为。在家庭里边，很多女人的就是有些东西喜欢父亲的介入，她觉得捍卫这个阵地很累，在这个过程中，在父亲的一段的冲击里边，其实她是有时候是自卑的，因为她年龄小，她觉得是不是自己比不上其他女孩子，或者是什么，那父亲为什么会是骂她，或者是那她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的又生了四个孩子，她的身体又不好，又为孩子操了太多的心，她因为她心就在孩子身上就。他还是就是有些溺爱的那种过程状态，那么再加上他又在这个
病痛，再加上伤心，再加上自卑，有些那他就要在同行里边，他就要拼命的工作，然后又很多的行为来证明自我的价值，让身边的人认可他，来赞扬他。那么他又付出了很多。其实你看这个人，就是他虽然是我的妈妈，那他的一生，他把全部的专注力、精神放在了丈夫、孩子、别人的认可上。其实如果走，那么正因为这样，他一直生活得很，就是说他的痛苦、伤心、失落，他的重点放在这些的时候，他得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他就是痛苦、伤害，他就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在自己这，没有活过自己。而活过自己，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他也安心过，就是说他可能也安心过，就是说当父亲对他好的时候，或者两个人两情相悦的时候他安心，当孩子很健康的快乐的笑的时候他也有幸福感，当工作受到上级的表扬嘉奖的时候，得那张奖状的时候他也安过心。但是所有的这些状态都是刹那即逝的，他靠不住的，不靠谱的。就说他的茫然，整个这一生，一个母亲他为什么去吵架，他为什么去暴力，父亲的对理母亲的不理解，或者父亲的可能一个男人他可能在前半生30岁以前40岁以前他是不懂得家庭婚姻的，他还是一个孩子，他还在游玩，他跟其他女孩子玩一下他觉得很正常。然后一个母亲他太早的成熟了，15岁生了19岁就生了孩子，他太早的成熟了，他要为这个家庭在奋斗的时候，一个父亲40岁以前还在玩，40岁以后才开始觉得哇，我怎么有4个孩子啊，还需要我抚养啊。因为男的成熟晚，就很多这个家庭的这种母亲父亲，当你再跳出来，再把母亲父亲放在一个众生的位置上，看清楚他们这一生，你就会原谅你的父亲母亲，他们为什么吵架，你知道你的母亲是怎么活的，你知道你的父亲是怎么活的。我曾经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妈把我爸管的，就会觉得有时候抱怨母亲啊，说这你也管的老爸太严了吧，老爸出去跟别人有个暧昧又怎么了，是不是？但是你站在另一个高度看到一个15岁结婚的女人，她在为捍卫自己的那个阵地，捍卫自己的一个家所做出的那种努力，还有在这个世界想得到别人认可，她的拼命，她的。然后从我记事起，他伤痕累累啊，除了受伤，除了失望，除了痛苦，除了病痛，除了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是一个隔两天就有个运动的时代，他的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跟一个思维角度，然后才能努力的不再错对，什么一会儿右拍一会儿左拍。你想想，他还要在工作中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来去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很好的母亲，很好的就很有价值的人。这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发现，当你看清楚这些的，你就会原谅你的母亲，不管他做出，不管他未来是什么。当你看清楚你的父亲的时候，你也会为父亲的很多他的行为，就是说一个男人在成长过程中他所走过的历程，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打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家庭婚姻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当你看清楚父亲母亲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在乌烟瘴气的那种战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站在那儿，你坐在那儿，你会发现你是被这些包裹的，你的血液，你的气脉全部是父母的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然后你如如不动地坐在里面，你透过了这所有的一切去看这个世界，看你的情感，看你的婚姻，你一定是乌烟瘴气的，你带着伤害，带着父母的伤害，其实是你透过父母的伤害，因为你的母亲受伤，你的父亲也受伤，不是他们打架，是他们都在受伤害，你透过母亲的伤害，透过父亲的伤害，然后看这个世界，然后你被染污了，因为你透过他们，你着了他们的相，因为他们是你最爱的人，你透过你最爱的人看世界，那么你就染污了，不管你多出去，然后你就活在一些伤害里边，就是你已经活在伤害里边了，因为父亲是你爱的，母亲是你爱的，爱里边带着一大堆的伤害，爱已经带着伤了，你的爱就是伤，你在里边是没有我的，你只是睁的两只大眼，从小看到大，从你记事起，我到目前还没见过比他们更激烈的。我不知道你妈打你爸打得厉害不厉害，我简直我从来没说过，我跟罗哥是活在战争中的。
你知道他们家里边东西每次一次打完就全部毁掉了吗？我们得重新买东西，所有的碗筷子所有的。然后我们的打架吵架是从我记事起，不管白天晚上都在吵架。就是这样。是啊，我经常半夜被吵架声惊醒，然后惊醒了，哇，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墙上的镜框掉下来了，地上的杯子砸了，锅碗瓢盆砸完了，刀子在案板上通通通通通通剁着，啊，打砸了，然后再睡觉。我们就是那样长大的，知道吗？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是说来话长的。就是说有些东西，我就是当你修行的时候，有一天你不再抱怨了，因为你才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打仗，这俩父母太自私了，这俩父母从来不考虑孩子的成长，从来不考虑我们的接受。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我是被惊醒以后，我站起来翘起来就像疯了一样，就我还记得那是初中二年级了，已经我翘起来跟着他们砸东西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战争。但是龙哥已经逃了，不在家里住了，我两个父母在家里住。老妈老爸半夜打仗把我惊醒了，惊醒了我一看打仗呢，我腾的跳到地上，拿几个东西就开始砸东西啊，就像疯了一样。哎，就是，然后他们看见我砸了都不砸了。然后说，哎，两个人说，我还记得这个剧情。两个人说，哎，睡吧，睡吧，哎，咱们都睡吧，谁也不吵架了，都睡吧。因为他们觉得我要参与了，家里就没东西了。因为可能他们还有什么手下留情，留一两句儿，我一参与啥也没有，笑死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抱怨的，就觉得父母，哎呀，从来很自私，没有考虑过我们的角色，甚至于我们，但是也同样知道父母是爱你的，爱我们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爱里边，这个家里边永远在吵架，永远在打仗。但是有一天我跳出来看清楚了，就是当有一天你在坐在这儿，你跳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母亲这一生，你看到了你父亲的一生，你看到了他们。以前我甚至更多的是抱怨母亲，因为很多战争是母亲挑起的，因为他不断的在磨刀，但是我突然以一个女人的角度看到了她的一辈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原谅了她，我原谅了她，她不是自私，她是做了一个女人，就是那个时代的女人在做的，就是我处在那个时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她那样做，就是说可能很多女人都会做的事，哎，一个父亲，她做了那个时代，她也为了这几个孩子。他是一种茫然的忍受，就是说他因为爱这个四个小孩，所以他一直在忍受那种家庭的就是这种悲剧，这些都。但是在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父亲，因为他20岁那个时候，跟我妈妈15岁，20岁他结婚，已经开始，我妈妈19岁生的最第一个孩子嘛，18岁都开始都是怀孕啊，这就那父亲从20岁21、22岁开始做了父亲。你知道他啥也不知道，而且你要知道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表兄表妹，而且从小我的妈妈是在我爸爸家玩大的，就是那么他就是兄妹，你知道吧，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妹妹只是无由来的发什么脾气啊，因为没有爱情，就是说句老实话，有谈爱情的话他们只是亲情，就说你觉得就是他们的亲情就决定了你这个家庭永远是一群兄弟在家里，知道吧，兄弟就会打仗，我们四个兄弟加上两个大兄弟，四个兄妹加两个兄妹，而且这两个大的兄妹带头不好，这四个小兄妹就深受其害，然后这个大兄弟，这个老大就是我父亲，然后呢他20岁，他根本我觉得他还不知道自己成父亲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做了父亲，父亲应该是什么，没有人这样教育过他，当家里只是个妹妹，是不是外边才开始情窦初开，一大堆女孩子排着队去看她，哎呀，夸她的时候，没有一个男孩子会说是面不改色的，我相信，而且一大堆女孩子人家打扮得妖妖艳艳的，是不是还是从来没见过的，我觉得对任何一个男人又长得酷一点的男人，而且那个时候参加工作的人少，有老爸也是16岁就参加工作了，他有20岁都几年的经验了，他你想年轻有为啊，站在那儿一大堆女孩子排着队
为了看他一眼，你想想那种荣耀。然后老爸，你说能不暧昧两眼吗？也这个也很定力很难的嘛，这个是确实考验定力的时候啊。但是老妈是受不了的，老妈觉得这个有危险，这你今天对这个笑一下，明天对那个看一下，慢慢的觉得有些女的都甚至追到家里了。而且不择手段了，跟老妈做少朋友了，或者是什么为了看老爸就竟然就靠近老妈，你觉得随时有被家庭，就是这个家随时有被别人侵略的威胁，随时被拆台。你说老妈不拿起武器捍卫，这个我觉得也，老妈就是要捍卫。老妈觉得，那我老公抢走了，我四个孩子咋办啊？我他恐惧呀、啊，那我怎么能养大？或者是我这个家，你不可能的嘛。他捍卫他的爱情，也捍卫他的阵地嘛。就是我觉得，而且老妈又聪明又敏感，而且老妈也是当时比较少见的高中毕业生啊，就是很就是那女，她有新的意识，她有文化，她有新的意识，她觉得她要站立在某一个情感的高度，还不是性的高度，就是一个只是哎女人的，她要说。我们是有情感的交流的，就是说要你不能只看那个女的长得怎么样，肯定有女的人家长得像红妹呀、啊、什么的，老妈不会嘛，老妈觉得咦，老爸被那个像狐狸一样的女人诱惑了，然后她就觉得、啊、你太低下了，你太卑劣了，你怎么能被像狐狸一样的女人诱惑呢？你太没文化了，你的低级趣味，老妈那个时候一定是，你应该眼光高一点，你看素质嘛，看内在品质嘛，是吧？然后呢，你就会很不接受老妈这个，是吧？但是。这些观念你知道了，在我结婚的时候，在我们走向婚姻的时候，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男人是不能有低级趣味的，男人不能被狐狸一样的女人引。如果这种男人绝对是坏男人，然后这种男人不可碰。然后呢，看见个女的眼睛一转，这个男人不行。然后，哎，就是这种，然后他不是一种专注啊，他是一种觉得。就是评判好坏的那种，你的婚姻开始出现，就是你无形中就按母亲的平时说父亲的那些，其实母亲是在捍卫自己婚姻的时候，不断的对针对某一类女人在说，其实那些的女人在靠近，但是你就开始以这种框定男人，那么你的婚姻就出现了，你会发现所有的男人都不是，都达不到你要的那个标准，都达不到，而且所有男人都会出问题，而且重点是。当你结婚以后，你的丈夫出现了那些问题的时候，你妈妈说的那，你马上就像你妈妈一样受伤害，而且你的伤害是复制过来的，因为你认为那就叫伤害，马上就应该伤害，应该伤害，其实你不是，后来觉得这就能伤到你，你不是这种等级啊，是不是？你后来发现你复制了母亲的，我觉得我最后的从父母的这种。啊，这种从幼小的，就是从我记事起就开始的啊。那么这么久的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这种看法还有分，我觉得我走出来是有一天我真的是打坐，我就坐在，然后静静的，突然父母就是以母一类众生的形象出现，就是母亲平等的摆在一个女人的位置，就是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理解母亲，而不是以一个孩子的角度。就是有一天我有能力用一个正常女人的角度去理解了母亲内心深处那种波动，以一个成年女人的角度去理解了父亲，一个男性的需要，男性的酸甜苦辣的时候，突然原谅了父母。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你身体上被父母笼罩的那些东西突然烟消云散，就是开始散去，你不再透过父母看世界了，你透过你自己看世界，透过你的界定，透过你的认知。当然父母的那些乌云散去的时候，同时散去的还有他们的知见，就他们的界定，你知道他是说出那句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出来，而你不是那样的，而你更有能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未来的你的情感，你的东西，你是用佛的知见在做事，但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需要很长时间，是我在里边摸索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天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不用摸索了，直接看就 OK 了。用一个女人看妈妈，用一个女人看父亲，
我今年有这样的。不要用孩子，不要去，永远不要抱怨你的父母，去抱怨你的父母自私，去不要抱怨你的父母，为了不顾我们的角色，不管他们做着多么冷酷的心，用一个女人去看，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他，知道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女人男人走得不容易，知道你的父母走得不容易，知道他们为什么吵，为什么打。一旦你很深的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理解了你的东西。原谅父母是一个成熟的很重要的，如果是父母从小吵架打架这一点，原谅父母就是原谅所有的爱，知道吧？原谅父母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觉得在生命里边，大家说这个不涉及到修行，但修正里面一定有这一刻。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站在这个一个女人的角度，而不是父母的这个角度去想他们，然后我就觉得释然了很多。一方面，他俩都是很难，很艰难。一方面站在女人的角度，一方面站在自己要求情感里面稍稍有一点解脱，站出来你就更清晰了。然后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做才能不是你的母亲，不像你的母亲，不会遭受跟他同样的折磨跟磨难，然后就觉得这方面，然后现在修行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要放下。但是怎么也不行，就是比如说我去，当我看到了父母的这个那清晰的看到父母这一生的时候，那今天我会去想，如果我是母亲，父亲是那样一种状态。那如果我现在我这样的智慧就是坐在那儿，我会选择跟父亲继续过下去，还是跟父亲分开，就说离婚。如果是以前，其实我在没有看清楚母亲的状态，没有看清楚父亲的一生的时候，那可能一碰到，假如说有男的，假如我的丈夫他出现了一个外遇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那么我肯定会截然的就会分开，因为我截然的就会离婚。离婚的时候，那我会说，这时我觉得我不要避免走母亲的路，是一辈子去，因为这些事情受伤，所以我会坚决的把它割断。但到今天为止，当你解脱出或者从这种情感的里面，就是牵绊里边已经越来越清晰的时候，看众生的情感越来越清晰，那么你会重新去审视，如果是我，那我会继续跟父亲留下，还是为了会继续，还是离婚？但是那我相信母亲当时不跟父亲离婚，或者父亲跟母亲继续走在一起，也仍然，当然除了缘分的问题啊，除了因果无缘，那还有孩子们的问题，那为了孩子的幸福，觉得这是个孩子不能没有父母，没有一个完整的家，那么他们在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了。那走到今天呢，我仍然觉得没有，就是如果不考虑孩子，那么我仍然没有一个就是说更好的办法，是离还是继续。因为继续，他一个男人在没有成熟之前，没有形成责任感，很有的责任感跟承担之前，他仍然是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是吧？他反而觉得你不断的在无理取闹，你在主导他的自由，是不是？因为他是模糊的，对这种责任感或者是使命感等等，那么对一个家庭的责任感他是模糊的，那他觉得你很无理取闹，你我跟他我笑一下咋了，我暧昧一下，我又没跟他怎么样，我又不是说准备跟他结婚，怎么你就这么说我，对吗？很不舒服的。那就是这样子，但我发现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我承担。就是你成道，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道，只有你成道，你不能通过离婚或者继续维持，你怎么也苦，你继续走下去他不成熟你还苦，你离婚你难道你能放下你还苦，真正不苦的就是你成道，你彻底解决办法唯一的，没有任何办法，你直接从情感里解脱出来回来，你怎么也不苦，离也不苦，不离也不苦。如果你不离婚，你可能带着这个丈夫解脱，因为你有足够的智慧去教育他，就教导他，去梳理他压抑的太厉害的时候，你可以放松一点，如果他太过的时候，你可以抓紧一点，你能够收摄自如了，你有智慧了吗？如果你没有智慧，怎么真也苦，你怎么选择都苦，你单身也苦，你结婚还苦，怎么也苦。有一天你从情感真的走出来，你是知道的，你自己有那种智慧了，你结婚也快乐，单身也快乐，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你怎么也行。如果那个结婚或者是结婚，你有缘的，就是这个缘你必须了了，你特别遇到了，那可能你会结婚，那只是一个了缘。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渡一个人出来。
你会把他带着解脱。那可能你一生单身，为了母主和吧，或者是各种因缘，那你会一生单身，你也很快乐，你也能帮助到身边每一个人，怎么也不哭，最终还是你成道，没别的，我找不到方法，就怎么维持呀？怎么也不行。我现在就想的就是自己一直就这样单身下去，我就忍着。但是你这种父母就从小我们是经历过父母的枪战的这一孩子呢，你必须在父母的这种状态、婚姻的这种假象里，你要看清楚，这个看清楚很重要的。你把父母以一个女人的角度，以一个人的成人的角度去看父母的一辈子，就看他们一生，因为他们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嘛，六七十。看他们一生走过的那些路，把他们看清楚，然后去宽容他们，原谅他们的中间做的，然后去看清楚他们，哎，这很重要的，对你解脱很重要，在情感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家里面就是经常，能理解，这个太理解了，真的很恐怖，就觉得你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能这样的还有谁？有的家庭甚至是很暴力，有的家庭就是父母常互相打，那男的肯定就把女的能打死。我们家还是砸东西，可能这个亲情比较重，还不打。那有的就是暴力啊，就是你眼睁睁的每天看着你的父亲在打你的母亲，是那些东西，或者是打那些东西，你一定要看清楚，原谅你的父亲，原谅你的母亲。我们总是会把责任归咎于一方，就是会归咎于就是好像很厉害的那一方。小时候你不懂他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老觉得，就像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我妈话多嘛，你少说去不就他就不生气了吗？你为什么老说，他就满身东西，他就气得不行，每次都是老妈瞧起来的，就而且对老妈这种瞧一直不能理解，这就然后又觉得把老爸管得太严了嘛，不就跟个女孩子笑一下嘛，你还。但是你成熟了，你就知道那笑一下代表着什么。当然，你现在你也不能说那代表着什么，你也不能给它定义。但对一个那么敏感的、时时严防的那种女人来说，她那一刻她受的那种刺激或者什么，快疯了，恐惧。你要知道，起来那些东西，那是疯了，快半疯了，那就是。他是刺激了，受刺激了，就是突然在睡梦中，他受刺激了。小孩子也是喝醉酒，半夜他砸了我，这个印记就会很重。哎呀，我们的父母原来都无力，都没跑出来。后来你妈妈被挨打，那个更难受，就是我们很难原谅父亲，那个就很难原谅父亲，你一定要站在父亲的角度去看。我甚至有一次就想打父亲啊，对，我真的有一次把他打了，是我们很难原谅的，尤其父母被打，这种更深，孩子受伤害更厉害。就是不管是任何原因，你觉得你父亲打了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妈妈打了你的爸爸，往死打，这个是砸东西，我觉得还能理解，还好一点。就这种小时候印记很深的，都在你的内心深处会留下很震撼的那种对爱的恐，对爱的伤害，就是那就是伤害。你的爱里边已经有伤害的信息了，因为你知道吗？爸爸妈妈，你就是爱。小时候那就是全部爱的诠释，不管那里边出现任何事情，你未来的爱里边都携带着这种印记，所以把它清理掉。清理掉就是开始看清楚，看清楚了就清理掉了啊。看清楚爸爸为什么暴怒，看清楚妈妈为什么暴怒，看清楚他那么的承受力到达了什么崩溃的边缘。一旦看清楚这一点，你只有慈悲，你没有任何，你不会抱怨了，也不会责备，只是说哎呀，你怎么这样活呢？太辛苦了，没智慧嘛，活的都是没智慧，有智慧都不那样处理问题。有智慧谁会打东西？那能解决啥呢？就是你就会努力的说，哎呀，算了，自己还是有点智慧嘛。既然他们都不愿意有智慧，那我就有点儿。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去努力的有智慧，那走的有人先有吧，那我就去吧，你就往前走吧，就这样。我还觉得我就可能生生世世做过很多恶事，然后才会那个，才会遇到父母打架。那我们也是生生世世
是做情感上，你做的是一刀一刀劈啊。不是，所以。我就经常在想，我不为这30年祖国的生产量的发展，自己经济生产力发展做了贡献。我们家最打的最多是碗，碗又小脆，也又一打打的多，一串碗砰，哎呀那才脆呢。我们家打的是有的东西扔到地上没声音，多不好，没有感觉了。对，老妈老爸打锅打碗这是常有的，我们睡觉锅是漏的，你知道。那个印记很深。我那个尤其男性看到爸父亲打母亲，他不会原谅父亲的。而且我们没有那，你知道那种不原谅父亲就是不原谅自己。嗯，你知道吗？不原谅自己前，你们一定要在内心里边把这一幕研究清楚。哎，宽容你的父亲就是宽容自己，你的爱里边会携带着那种伤害。对男生来说，女的还好一点。就是去看清楚父母带给我们的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复制了很多东西，我们是无邪的眼睛，用纯真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那个家就对你那就是全部的爱呀、啊，你知道每一点点出现的问题都是爱的伤害，哎，父亲母亲对你就是爱的本身，你看见的爱就是那样的，然后你全部的爱在父母上，知道吧？现在你的丈夫跟孩子上重演。我就想，我一定不会像我父母那样，然后就一定要看清楚，看不清父母，一定是你父母那样。是啊，然后其实我就根本就没走出来嘛，不知不觉就像了，奇怪。嗯，然后在我自己情感里面就体现特别明显，然后我就说，在这个关系当中，就一定要，哪怕自己苦一点啊、哦，一定要做到，就是尽量的对对方好。但是其实真正要走到，比如说到谈婚论嫁那一步的时候，可能就吵了。嗯，这样。嗯，就是。所以我也很痛苦。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对孩子这一块，因为我这些年一直是幼儿教育嘛，特别喜欢小孩子。嗯，就是因为可能小的时候这种缺失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定不能像我父母对待我们这样，就是太不像我们的存在。那样你会溺爱孩子，就是又逆反了，又翻过来又过了。嗯，那没有，就是我会和他们就是成为很好的朋友，就甚至几岁的孩子就跟我在一起，不是你的，一直到那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就都很喜欢。我就希望。我说一定不能，这些角度都不对、嗯、你一定要有一天没有痕迹，是不再刻意的做，现在就会有这样这个感觉。因为如果我们小，我觉得大部分如果小时候你发现你的父亲打母亲，从女孩子的角度看，就是说你是受害者、哦、你在将来的感情里面一定会受害、嗯、你觉得你会、嗯、如果是男孩子看到父亲打母亲，男孩子觉得他是暴力倾向，他觉得他、嗯，伤害母亲的是他自己，因为父亲在他身上有一半的血液、嗯、父亲打母亲就是他打，你知道，慢慢的时间就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觉得他会，就是很多女性会在他那受伤、嗯、因为他打过，他伤害了母亲，他会认知，因为他就是一半父母一半母亲嘛，他身上就是一半母一半母两个东西组成的嘛，那身上的爸爸打妈妈就是这样嘛，他不是他打他打妈妈嘛，妈妈打爸爸，他打妈妈，都是他，那看见的都是他，都是他的爱，比如说什么出轨或者怎么样，我就会忍受，全是这些负面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感情里面都提前都做好种种心理准备，准备应付这个感情的不变异。结果逃了。嗯，对，结果吓得自己连感情也不敢进去了。对，你站在门口就知道房间里边乌烟瘴气的。老师，这样的话，你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算是我是逃的状态啊，我可以从这个欢喜的进入，就是当你开始看清楚，真的你还没有完全看100%的，可能60%、70%、嗯嗯。当你完全打破这种父母带给你的影响的时候，走进去的话，你会享受在这种乌烟瘴气。好吧，就是你在地狱里都很自在，那就是因果，这个世界就是因果的，这就是地狱，站在这儿了，因果死啊，地狱出现了，你在这里边自在，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境界了。然后站在地狱里，然后你就知道，哇，你还在苦啊，哎，你就告诉他，哎呀，还可以自在的，因果虽然在这儿，但是也可以自在的，你就再做多做的善因，对着这个恶果嘛，地狱也可以变天堂的，就是慢慢的来嘛，哎，就是
因果我们做了就做了嘛，生生世世的谁知道，没学佛以前谁知道，有时候是无明的，就像有时候，就像我在整个父母的一生中看到父亲的错是无明的，他根本不知道他犯了错。嗯，是吧，他整个他，所以他一直很委屈很委屈，所以他才暴怒啊，他才你怎么随便就说我这给我顶下这种帽子扣帽子，老爸经常说你给我扣帽子老妈我本来我没干，你说是我怎么，但是你对着老妈的敏感，而且老妈后来他又去生了孩子多，又气血虚，又神经衰弱，睡不着，慢升级，他梦到个梦也认为是真的，站起来，我昨天梦到了，肯定是你干过，老婆气死老爸了，这就吵到没完。我绝对不答应。是，我哥哥这样说的啊。对，就像他说，哎，绝对给小孩子留一个小印象，就是不犯这些错误，但不代表你为什么你绝对不打老婆，是因为你觉得那是伤害。是，因为你心里带着那种伤害，你绝对不拿，那只是压抑。打也行，不打也行，一定是这种。但是你不打，哎，这个就是正常的。哎，就是，但是你说我绝对不打，我老婆犯了千大的错，我也不打。你克制住自己，当然不能。我不是说建议这个打，就是在你的意境里，你已经在伤害了，你才会下那样的决心。是，你已经受伤了。你觉得你是个受伤害的 BB， 所以你才说你的孩子不能受像你、像你那样受伤害、你已经把自己定义成受伤者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把你定成一个暴力的男人了，所以我绝对不打女人。你为什么要打女人？你不暴力打什么女人？倒向一边了，已经。你已经把自己框定在你父亲的那个状态。是。所以你说我不会像爸爸一样的，我不会。但是呢，你为啥不打女人？你怕？你在内在点，你可能会打女人，你不能。我哥哥他就是像龙哥这样说，但是这么多年结婚快十年了，也是这样做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才是一个单纯的人说，当你跟一个外星人说“我绝对不会打女人”的时候，我觉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打不打重要吗？这件事，你为什么脑子里会有这种想法？都是错的。你为什么冒出这种念头？是吧？因为一个单纯的人坐在这儿喝茶，怎么会想到打女人的问题呢？因为你有印记，所以你突然想出了那件事。你怎么会想到比比应该不受伤害呢？应该不受伤害呢？你还不是脑子里这一大堆的受伤害的印记在你那儿？你本身无我的，带着一大堆受伤害的，你还不是受伤害的？我看过去，哎呀，这就是从小到大受伤害的印记。那你就说受伤害了，因为你是无我的嘛，你视线了的所有的，你头脑都记的东西都是你视线出来的，你不能视线点别的，是吧？现在就逐渐视线别的，别的要别的因，要做出别的因，才能切出别的果，把它转了。哎，所以这就是功德的重要了，善念，每一个起心动念的绝招。你就用另外的因来转你以前的果。而且让你安住在那个因上。很多人有各种方法来，比如说有的人痛苦很压力很大，他就拼命的吃东西，他把那个其实意念专注在那个吃上，就吃货专注在吃上，他忘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逃避，其实是个方法来的，佛学也是从这样的，他只不过专注在了佛号啊、念咒啊、念经啊，专注在了一些佛的知见上，然后呢把这个世界的他框不掉嘛，先把这个世界的慢慢放松忘我，但是佛的知见会带你往出解脱，但是安住在吃上没解脱不了嘛。我哥哥就从130斤胖到200斤，有的就成了真的是美食家，或者有的就现在190，你发现胖子很多，他就是安住在了吃上，因为这个世界物质丰富，吃比较容易得到，有钱我就买。他就容易得嘛，而且还能把自己养得胖胖的，何乐而不为呢？然后呢，他就所以胖子越来越多。其实是很多拼命的吃东西，而且在口里边，而且这口欲越来越娇气的人，就是想吃这，其实在情感或者其他地方他满足不了，他才选择了这个一路往这边走，就是在其他地方有些地方有压力，有恐惧感。然后其实人力就是吃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情感，就是切身的这两方面他要满足嘛，情感的渴求，如果情感满足不了，这个人就偏重于吃。
就很挑剔，而且呢吃的时候口味很刁。嗯，其实在情感上他是达不到的，嗯，他在拿这部分弥补。一个情感上很丰富，很就是达到一个灵魂的精神层面的，就是很丰富，每天就活得很就是很满足的人，在吃上不会太挑剔，无所谓。嗯，吃啥素的、淡的、口的、重的，他都能忍受，都觉得哎，今天咸了咸就咸吧，今天淡了淡就淡吧，他也觉得哎也行啊，尝尝淡的。他不会说哎呀淡了不行，哎呀咸了就特别挑剔。他其实是在那一部分是重的。嗯。有次我看一个女孩子坐在我面前，一个小朋友在麦当劳，我记得在嘴里，我第一次看有一个小朋友坐在我面前，嘴里嚼着一个口香糖，不停的嚼，嚼得很快，这个嘴呀、啊，我无意中一转头看到他，我就盯着他看，看着他那个眼神啊，哎呀，我觉得就是那种，他就通过嚼这个口香糖缓解压力呀、啊，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当时在哪，香港还是哪。我觉得那个女孩子要么就是在情感上失恋了，或者是在情感上比如打考试没及格，或者受就是很小的女孩，就是那种反复的嚼那个口香糖，我才知道为什么有些孩子喜欢在嘴里嚼啊嚼啊嚼。我说那有啥嚼的，第一次觉得原来是缓解压力的，原来口香糖的发明是可以让人缓。那个孩子最少我坐那那么久，他一直在嚼，就是不停的嚼嚼嚼，肯定那口香糖是没啥味道的，但我觉得他的嚼的那个过程，一下一下的那种咬的那个，哇，我觉得他的压力就真的是三大。嗯，就是通过那种咀嚼，他真的是缓解，他会有一个缓解的，就是他把注意力就放在那儿了，然后他的神经绷得很紧，然后已经快崩溃的边缘，就那种他就反复的嚼，反复的嚼，反复的嚼。然后我就回去买了两个口香糖嚼嚼，想嚼出那种快感觉，然后也没嚼出人家那种野事儿，没复制过。如果我复制过来，就是你说的那个孩子在你面前嚼啊嚼，很紧张。幸亏我有正直劲，但是也因为模仿的不够周到，还是没复制过。那真是一个好办法，你们有时候也试试，是不是对牙要求比较高？嗯，总是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嗯，哎呀，好累呀、啊！如果你有很紧张或者很难受，你试试嚼嚼口香糖，倒也挺好的。开玩笑呢，啊、我们是嚼嚼是恶心，有点就要反胃、但是你还是准备嚼口香糖，你还是把它当口香糖吃了，当糖吃。人家是倒成压力来嚼的，咬碎它，咬碎它，咬碎它。生活的有时候钻了牛角尖，啊，好痛苦啊，好苦啊！钻了那一件事，钻着牛角尖，那些人，他真的活得好苦啊！你真的无力自拔，是、啊，真的是钻到那个牛角尖里面去了，你拉也拉不出。你要拉出来，你都拿各种东西诱惑，咦，泡泡糖，咦，气球，哎呀，他自己还，他一定要自己出来，否则你使劲拉还受伤呢。真的是，他使劲往那个最小的、最狭窄那个地方钻。嗯，哎呀，那真的是神经系统有问题了，导向有问题，他控制不了，知道吧？哎，需要博大的智慧一个慈悲呀、啊，你才能把那个人从那个脚尖打出来。